一贯道之宗旨就是敬天地、礼神明、孝父母、重师尊、敬朋友、和乡邻、谨言慎行、改恶向善，除纲常伦理当行之事外，一概看破，而研究天人一贯之旨，起心涤虑，借假修真，恢复本性，明善付出，由贵善与人同，己利利人，己达达人，互相导引，以正人心而挽颓风，化人人为善人，济世界为大同。